充足。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议当地时间2号未能就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两国入约进程再次受阻。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在第一天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北约成员国认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取得了某些进步，但这远远不够。由于遭到德国和法国的反对，乌格两国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的申请在今年4月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未被接受。此次北约外长会议本来是应北约成员国领导人的要求重新审查乌格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的问题，但今年8月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乌克兰内部政治纷争不断，两国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的希望更加渺茫。